而在春节期间呢，花莲市松园别馆呢也特别安排了奔向松园欢喜银牛的走春活动，只要游客在园区消费就可以抽奖，也亲手制作喜气的昂古贵钥匙圈，期盼可以让游客带着喜气在身边，好运一整年。春节连假在松园别馆敲敲打打，原来是松园别馆初一到初五特别安排奔向松园欢喜银牛的走春活动，只要游客来园区消费，不限金额，就可以参加幸运铅笔的抽奖，也能亲手 DIY 制作充满喜气的昂古贵锁圈。过年的时候呢，希望大家能够除了来游松园以外，还有一个比较可以律动的活动，所以我们就有办了一个奔向松园欢喜银牛，然后呢，就是让大家只要消费，你只要消费，无论是金额多少，你就可以来抽奖，每一个奖都有。然后呢，还可以再做一个昂古贵的锁圈。那这个昂古贵是用青质土的，所以大家可以压制了以后，然后把这个昂古贵可以敲出来之后呢，等它干了就把锁圈粘上去，所以你这个昂古贵就可以戴在你的身上，好运一整年。所以我们就办了这样子的一个在松园的园区里面，虽然是敲敲打打的，但是就很有欢乐的气氛，无论是大孩子小孩子都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活动。大小朋友敲敲打打制作昂古贵锁圈，期盼让游客将喜气带在身边，好运一整年。松园别馆在元宵节前也安排福袋好礼给游客，内有松园周边商品或文创好物，要给民众惊喜。来花莲游玩的同时，也欢迎游客到松园别馆走走。记者张邦彦，花莲市报道。